我九岁的时候离开家，我的亲哥一起，我的爷爷的有一个牛，把那个牛拉出来卖了别人，牛不要以后把我的哥哥给别人卖了。 别人说给我说，在外面去北京上海那边，我能挣钱，挣钱多。是，对，不知道，我丢了五步了呀，还不够，给我拿的是新疆小孩还是小孩给我拿着。主要出门嘛，打死他。啊，对。有病死的话吗？对。有胆子的话吗？杀了他。不能。 你新疆人就不要说新疆人，不要提这。现在都怎么都算是坏人。新疆也没什么好丢人的。我不希望新疆人，新疆人不是人。我是走得远远的，那一条线就算是死了也没。